大家好，我是胡夫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昨天呢，我在我的 IG 上面发了一张我这个大黄蜂的这个照片。那催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那原本我这几天会有很多事情的，那我就稍微把它把玩了一下。哎，我发现呢，这款玩具呢还蛮鲜明的啊，特点各方面来讲，可以赶快给大家拍一拍。啊，我们先看一下包装盒，黄啊，还有蓝色。这个配色其实很鲜艳啊，然后如果直接翻译它的名字呢，叫做 King Bee Knight，王蜂勇士啊，又是国王又是骑士，你到底是国王还是骑士？然后这是以这个一个叫之前有一个叫做 TC 的 Bumblebee 的一个放大版本吧。那因为那款玩具我本身没有实际去玩过，具体有没有改模，感觉应该是没有。那有没有加合金？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Anyway，就以单纯以这款玩具做一个讲解，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一些，我先看一下它的比例好了啊。这个玩具具体有多大？这是官方的这个 MPM 12啊，身高已经蛮接近了，这个是肯定是搭不起来的啊，头身比是完全错误的，可能需要比这个更大的一个 MPM，电影的一个 Optimus Prime 才能够搭得上。那我们呢，先把几个配件呢快速的 review 一次。这是一个锤子，看得出来是锤子吧？啊，然后呢，拍戏的标志是省略掉的，没有任何的合金部件。但是这个鹅黄色呢，其实没有完全压上去哦。你稍微认真看一下，还可以看到有一点点柠檬黄的感觉啊。涂装来说，只能算中规中矩了。那么它有一把可以发光的枪啊，但是这个兵器的话呢，我是没有安装电池。它的一个扣法呢是扣在这个下方啊，是手臂的话呢是这个，我们把它拆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是这边有一个凸，这边有一个凸啊，反正是扣在手臂的内侧有个洞，还有掌中心有一个方形的凹槽。那因为没有装电池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武器的话呢，它是一把。这个是刀子啊，这个刀的话呢，左右手都可以换，但是以造型来说的话，应该是这个尖刀是要装在这手才对啊。它的一个装法的话呢，是把这个胳膊的话呢是往内缩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缝隙，在这里，我们是把它这样子给卡进去的啊，从这里卡上去，好了，就变成了是一把匕首。当然你的这个手掌你要翻出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只手的话呢。就这个拳臂啊，拳臂的话呢，两手都可以装啊。我会说这手这个刀子装这手，只是单纯造型，我感觉有点奇怪而已。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它这个肩膀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调整上的话呢，是需要经常去调整这个肩膀，甚至是二头肌的一个关节，还有这个轮子，还有这个胸甲啊，看得出来分件是非常多的。那我就先把它给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一款的这个头雕啊。感觉奶嘴没有那么明显啊，拜托对准一下。然后它这个眼睛，看到中间还有一些黑色的眼珠的刻画。相比较过去历任的我讨厌的那个电影系的大黄蜂的面雕来讲，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戴面罩的版本反正没有那个好看，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把它换成这个好了。我感觉这一次这个好像比较可爱一点点。那替换方法是非常简单了啊，这个上方这个还是可以再拆开，拆开之后里面可以装电池啊，但是我一样啊，这次这个电池我都目前都没有装，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稍微按一下，头的话呢直接拔掉就行了，这里它是有一个直接拔掉的一个设计，但是还算偏紧啊，所以不太容易会掉，各位就不用特别担心。那也可以看到它这个关节是蛮多重的。这个头啊，里头一样可以装电池，但是我没有装，所以会不会发光，我不晓得，非常懒呐、啊。那看一下它的一些简单的细节，其实它的整体来说，在机器人的状况下呢，色差的情况比较少，但是偶尔你还是能发现到一些啊，有一些我觉得这个黄呢是涂的还可以，但是没有完全压过去，没有完全压过去。那原本 TC 的版本是不是涂装也很好，这个我不晓得。但是这一款的话，我目前把玩起来，金属部件非常的多，很多关节的连接点，像这个地方连接都是金属部件。那腿的话非常重啊，站在这放到桌上啊，这个重量感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啊。它的话呢没有齿轮关节，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以前有提过说啊，这个胳膊啊，如果这个地方有齿轮关节，那将会对玩具的齿感有很高的提升。但这一款明显并没有。手部的话呢还偏紧无所谓，脚的话呢往前踢，啊，这样是没有问题。你稍微抖两下它就往下垂了，因为这个腿上面真的是非常多的合金部件。那比较有趣的一个点有两处啊，以这个造型上有趣的加分点在这里，这块部件。然后是可以这样连着动的，我觉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你这个扣的时候呢，这变形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去感觉到，它腿部的一个部件呢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把它往内推进去啊，对，它里头有一个杆子把它伸进去。另外，胸口这个胸甲，其实呢，你不去动它呢，你在把玩的过程中呢，它都会不停的去拽动到。啊，先不说，我不是要讲这个腰动啊，你这个，因为它这个关节啊，这里是前后这样子，你去搓动啊，去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很活灵活现啊？甚至的话呢，我先把这个武器给拿下来好了，我刚拿到的时候我就这样子摆动，啊，其实这个因为关节非常的多啊，把玩起来就 OK，而且它本来就很有喜感啊，我可以这样子跟它玩一天，对不对？哎，邦博比，啊。好玩是好玩，那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身上球形关节比较多，像这两片是球形关节，然后这两片部件啊，在变形翻转的时候呢，球形关节，还有这地方也有用到球形关节啊。变形的时候呢，有时候如果你翻的技巧不是很好的话，很可能会去翻动，会去滑落滑出来，这些是变形的时候呢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其他的可动就腰身可以动，然后你大概想得到能动的，它差不多也都能动啊，脚啊、接地啊什么的。那这个接地的话是只有这里连接出在这里，啊，也是比较奇葩，但是造型很好看啊。说实在话啊，这个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如果跟我说这是一个不能变形的 Bumblebee，那我都会说啊，我说不定是，因为它的各种在官方的 NPM 07号，对不对？我曾经评论说，它是一个根本就不需要存在的一个混水摸鱼的那个编号，那个电影大黄蜂独立电影的那个邦博比是根本不需要存在的。那这一款的话，可以说是强化非常的多，主要还是在背后，它的一个背啊，整个是已经完全是美背的一个设计。那现在很多第三方都能够做得到，就是把车给包进人体里头啊，透过翻转。它在变形的时候呢，车子的头部呢是在腿部啊，这个变形是非常非常颠覆的。待会呢，在变形示范的时候呢，由于体型比较大，而且它比较重啊，我估计可能还是会花点时间才能把它给录完，可能还会花一点时间做个剪辑。但是呢，就是即使你买来，你就算不变形，以展示来说，这一款已经是非常优秀了啊。那对了，人形下还有一个小毛病啊，就是它这一块方块部件啊。跟这里也是方块部件啊，其实你要往后翻啊，如果你不错开的话呢，是很容易就卡在这里，卡在这里的话就是会造成你这样，你要往后推推不过去，你可能脚要这样子才能够再多折一个角度，但这样一来的话呢，邦姆比就会身体就会稍微往前一点点啊。不过如果你想要让它做出比较调皮一点的动作啊，那稍微低头一下也是没有问题，就是你就算不变形啊。这一款玩具的展示性也是很强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了啊。首先的话呢，拳头呢把它给收进去。那我个人的习惯吧，第一个步骤的话呢是先把它的胸口这个地方把它往上挑上来，它是有个结合卡扣的，把它给松开来。整个的话呢，先把它给往上翻上去，翻上去之后啊，这个部件呢。金属部件先把它往下放下来，那它有一个转轴在这个地方啊，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整个翻开来之后，它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轴。我个人的习惯呢是先把它整个先翻转180度啊，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一个步骤。再来的话呢，我们把手臂呢给收到这个下方来，我稍微调整一下镜头好了，这个家伙比较大啊。所以变形上会稍微有点不流畅，是很正常的。把这个地方记得给翻下来，然后呢，它这个轮胎这个部件呢，部件是可以另外翻出去的。我们把它给翻到这里，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步骤，首先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两只胳膊的话呢，要把它的这个屈的角度是可以朝上，然后呢再把这个凸转到朝中间来，这里也是一样的，转到这里，转过来到这边，好，到这里我们把这个两手啊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合并啊，然后合并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拳头啊就往前面翻上去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很接近啊，这里凸跟啊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这个在变形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在松脱，那没有关系，最后因为它这里很好很好补救啊，就先把它扣起来，手部暂时啊到这里就行了啊，那头就在这个位置而已啊，并没有其他的特别动作。再来的话我们做一个啊，这里有块部件，这里有块部件，这块部件呢从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球形关节，把它往外搓出去到这里，好，把这个形状给完成，这里是一样顺着往外推就可以了啊。那有时候太嗨不小心推过头会滑出来的啊，那滑出来啊，不对，不是滑出来，到这啊，我们到这里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腰部旋到180度，这个地方本来喷溅了啊，这个好像没有，这个上点胶水应该就可以搞定，刚刚不小心喷到啊，各位就当作没看到吧啊，哎不行了，不能当作没看到了啊，哎，但是应该是这样啊，把它给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扣上去。好了，这是一个变形中的小插曲，它不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把这里，它这个地方是要做一个，不对，应该是先把这个地方，先把这个地方给翻出来，对，不然它无法翻折。其实这个变形的逻辑性很强了，我大概变过一次，我就已经差不多记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做这个翻折，这个部件，整块部件做一个翻折，这边翻折翻过来，好，那我们再把它翻到这个位置来看，你会发现它那个车子的一个形状已经很接近快要出来了，然后这块部件我们可以把它往外翻啊，这个刚刚应该把它直接往外翻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然后这个部件就把它往外打开，好，包覆下来，看到吗，这个甲壳虫的一个车子已经差不多快出来了，然后这个地方这两片一样把它给翻出来，好，那这里的话呢其实有一个组合的点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卡扣，刚折太快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开，好，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前后已经都差不多分开了，然后我们把这一个部件往内啊缩下来就可以了，那这里其实很容易就往内放而已，并没有任何技巧啊，放心，没有任何技巧。那我们这个上方你大概看一下，我给各位看一下啊，大概的形状是这样子的，这个都小，这个 bumper 这个都是小问题啊，这个就很容易调整。好，我跟各位讲一下现在它的一个关键在哪，我们把这个整个这里有一个连接杆啊，连接杆我们是要把它整个给推到那一侧来啊，好，到这边，那这里的话是有一块凸啊，这块凸要扣这里，那具体怎么做呢啊，我们下半身就开始借着下半身的变形了啊，下半身就是把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锁扣嘛，把它给往上面搬上来，好，搬上来，然后它是这里里头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我们把它往上翻一下啊，然后往内折，先到这，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它这一块部件呢、啊，我转站给各位看好了、啊、到这边它的凸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把它给往前面转过去嘛，让它这个凸跟这个洞呢能够做结合就好，然后这一块这个部件就往后面推，来，我先扣这一边给各位看，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这里就把它往下面转下来。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哎，那一块部件又掉了啊，应该把它粘死的。好，没事，待会再粘吧。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把它给扣上去。到这边，
好了，这样就稳了，这个车子已经变形完成一大半了。那另外这一侧也是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它给翻折到这边，然后对了，这里要先翻开，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节翻上来，我们把它这里，我已经把它转到前面了嘛，对不对？就是跟这个部分做一个简单的合并。这两个地方一旦都扣上的话呢，这个变形已经完成了 50%， 所以这一款的变形其实步骤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主要还是在等一下它那个腿的一个装甲怎么样把这个包姆比给包覆起来。这里刚刚不小心松开了啊，再次把它给扣回去。好，扣回去，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这个膝盖那个配件，对不对？就这个大球管，我们是把它转到这个等于是腿的一个后方，到这个位置来。然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这个部件记得要把它给挑出来，然后翻折180度，这个是最终结合的一个重要部件，它比较容易去忽略到，因为它隐藏的很好，你不太会去注意到。然后对，我还是先把刚刚那个喷溅把它给组合回去好了啊，各位等我一下啊。刚刚的喷溅呢，就是这一块啊，我把它给再次把它组合回去。那接下来就变形它的一个腿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变形，腿的变形是这个样子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地方是可以解开，你把它解开啊，你先把它整个你能看得到，你觉得能解开的部分呢，你通通都把它给解开。好像这个地方你都翻出来没关系，你看到什么你想解开的你就把它给解开，包括腿的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来。好，你看到什么你想解开你就把它解开，把你所有的压力都释放出来。好，不管怎么样你把它都解开了，你只要稍微去调整一个特定的角度，你把它，你看这个球关这个球形关节啊，就是比较容易去掉，然后你把它给打开来，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翻开，不管你把它给翻开，你翻到这个角度一看，你会发现什么？车子已经就在这里，近在咫尺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以我个人的经验，我们对甲壳虫的造型可能还更熟悉一点。好，那我就怎么办？我就看这里，现在我要缺什么呢？缺这个部分，这里这个地方，好，这里。我们呢，这个是一个引擎盖的部分，引擎盖呢在这里，把它给转过来，转到前方嘛，我们就把它拼出来，就是把它拼出来的概念。你看，然后这里是可以转的，就把它给往下转。这个的话呢，你如果有这个玩具呢，你能够转到哪里？其实你看着图形去把它拼凑而已，非常的简单。你缺什么零件，你从附近去找。一定都在附近。然后呢，这个地方轮胎这里有一个往外翻出去的一个结构，翻出去，因为轮胎是在外侧嘛，就把它往外翻了。好，差不多到这边，这一侧是不是形状已经几乎都要出来了？哎，这个应该有一块部件，对，这里有一块部件，应该是刚刚特别要讲的，这里有一块部件，这块部件如果不压下去的话呢，它会没办法完成它的一个变形。这是在人形的腿的侧边，就是这一块，就是突然卡在这里。好，这一块把它给抠下来，好了，差不多，这一块就是在，就是这一块啊，各位记得了。好，它的形状。差不多已经非常接近了，对吧？那我们先把这一侧给变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它的这一块部件跟这里这一块是最后压下来的，我们把这个车子的一个侧面往上包上去，稍微去做个调整，前面这个地方这个 bumper 跟这个黄色的凸把它扣起来，大概的你如果调整成这样子的话呢，把后面这个地方
我会建议啊，后面这里的话先强行的把这一块还有一个倒钩到这边，你先把它给拉过来扣住，后面稳定之后，这一块部件呢，这里可能会有点凸，不要怕，压下去它就自动帮你卡到定位了。然后呢，这个让我觉得比较就不是很顺的一个地方，就是上面这一块有时候会陷下去啊，有时候陷下去就是把这个车门给打开，然后再把它给扣上。这个呢就是一侧的变形，就算 OK 了。它这个顶盖有一个凸，要记得把它给找到，最好呢是能够现在就调整好，把它给扣稳。我是个人是建议啊，这个上面这个地方能先扣稳是尽量先把它给扣稳，不然之后要再翻开来调整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好了，把它给压下去了啊。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稍微变快一点点给各位看一下。首先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那如同我刚刚说的，你能解开你看到什么都把它给翻开，都把它给翻开，这个地方对不对，这里有一块，内侧有一个这个部件，把它给翻出来，翻到侧边，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车子的一个形状。然后侧边这里有一个锁扣，把它给锁开。我这样把这个车子放在这个桌上来变啊，是比较轻松一点。我看一下，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再翻出来。好，翻出去。好，到这边，到这边，这里这块不一样，把它给翻出来。好，形状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是先把这个车顶盖给转过去，车顶盖在这边。我这边的话呢，也不知道怎么讲解，反正就各位你就看这个车子的一个形状，对不对？你就是把它转到，因为我们对车子，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对车子的一个造型比较熟悉，对。然后这里躲过这个尖角，顺势把它滑下去就可以了，到这边。然后前面有一个 bumper 跟引擎盖的一个组合，好，到这里。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呢，顺势把它给往这里往内部推一些些，往内推一些些。然后呢这个翻出来，后面的这一块部件，这里有个倒钩啊，先跟后面做个简单的一个结合。个人是建议先把后面扣起来会比较稳当一点，它的前方的话基本上跑不了太远。哎，这里你看扣进去，其实还蛮扎实的，这一身还蛮扎实的。然后这个部件往前面放一点，这个地方往下放。然后的话呢，这里先不扣了，我们先把轮胎给翻出来好了，到这边。好，那我刚刚提过了，这块部件里头你要稍微整理一下，这块部件啊，你把它往下压，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部分给带到一个定位。我们你看把它往下压，好，扣上去了，那已经变形已经差不多都快 OK 了。好，到这边上面就最后的一个组合。那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一下，它这个地方它里面有个滑槽，另外一侧没有，只有这里才有。它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滑槽啊，这边这块往内抠，另外一边不用啊。好，这样应该才能够一个大包小的一个概念，就是外圈内圈不太一样，会把它错位错开来。然后呢，前方这里的话呢，这里错位错的不够开，应该还要再往内压一点。嗯，好像是极限了，对不对？我车顶盖又掉了啊。好了，无所谓，那个也不是很重要。然后前方这些都是一个齿轮状的一个咬合，把它给好像是一个机器人的感觉啊。但是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先扣上，然后这里好扣上了 OK。 车顶盖刚刚喷掉了，我这个就是我说的啊，在变形的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个球形关节容易喷掉的几个地方，这就是其中一个，你可以把它给扣回去。那最后就是这个
两侧做一个合并了。最后的合并调整可能会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它毕竟零件数比较多，合缝的位置也比较多。如果你觉得有卡住怎么样，就是把这个门给打开，然后再给扣上去，门给打开，再给扣上去，最后做个调整。然后这个部件啊，你前面一旦扣紧之后，你先把它捏住，以这个地方这个转折把它给转折下来，这边这个翻进去，然后把这一个卷进车子的一个底部去，最后就是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来看这款 King B Knight 它的一个金龟车的形态。刚刚的话呢，它的一个车顶盖呢，我刚刚提过，这两个车顶盖它是有两个凹的，它的内部有两个凸要扣进去。我刚呢在荧光幕在手机前面这样一直按一直按，怎么按都按不下去啊。最后呢使出我的绝活，胸口碎大石，拿到我的胸口用力一锤，就应声而入了啊。所以还是需要非常大的力气了啊。然后呢它的一个车子的密合度啊，我想我已经极尽我所能的呢去做调整了。这个应该还能够调整得更好。那各位你就当看一下。中间这个缝啊感觉是有点大，我自己变到这样。然后可以看到在人形下不明显，但是车型下这个色差的部分呢就凸显出来了啊。当然这个是你只要有涂装啊，然后又有切割面，这个都是比较难去克服的。那可以看到它一样只有单侧的方向灯，透明部件的挡风玻璃，包括后面这里啊也是一样，是蛮好看的一个反光啊。然后后方也有车尾灯，这个地方这个缝应该还可以再调整，一按啊，这里可以就这个地方调好就行了，没问题。然后后面的防撞杆也是金属的，底盘给各位看一下人头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底盘我不是很在意，这个各位秀一下。然后这里啊就变形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卡扣记得把它给扣下去，它主要是会协助四个轮胎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它的一个滚动性啊，如果完全变形到位的话基本上还算是非常顺，而且它很重，推起来是蛮爽的啊，很有一个成就感，非常沉重的一个玩具，这个重量相当可观。那整个载具形态可能就上面这里吧，应该是两个凸，这都是很小的毛病啊。然后武器在车型下无法收纳，这个都不是什么事啊。主要它还是在人形非常的漂亮，然后变形成车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大了啊。如果能够拿在胸前调整，基本上变形也就不会很复杂。那刚刚尤其是上半身啊，这个整个变形其实都很快，下半身腿部从人变成车其实比较简单，如果你把车变成人呢可能你要稍微思索一下啊。那因为它的一个部件呢从金龟车转换到机器人的腿的时候呢，是真的你要稍微花点想象力的，不像从人变成车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部件啊，比方说这个弧形啊就像引擎盖，那你就把它往前面转这样子啊。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也不难。整体来讲这一款的做工就色差在车型下比较明显，那合金部件比较多啊，球形关节有时候会喷溅，然后我这个裆部啊好像没有碾死，那个只要碾死就可以了，那其实不是什么问题。那其他的话就如各位所看到它的一个比例是有放大的，那你需要哪一款这个你就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吧。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要开始我的五天假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